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行观。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宝岛上面，台湾呢、不管你是直着看还是横着看呢、反正都是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娑婆之岛啊。那好，为什么叫台湾呢？这个也有人有这样的解释啊，一个叫埋冤的意思啊，埋冤呢、埋葬冤魂，那个埋冤用台湾话发音的话叫台湾，那事实上就跟台湾是很类似的，这种表示当时要渡过这个黑水沟到台湾来啊，是牺牲无数啊，所以很多的冤魂啊埋葬在这里啊，这是听起来不怎么舒服的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啊，台湾大员啊，员这个员工的员啊，大员意思表示我们在荷兰的这个殖民地的时候啊，有些人看到那样的一个官员啊，这里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大员在这个地方啊，所以用平埔族或者是当时原住民的话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记录下来，叫做大员啊。不过我比较喜欢的解释啊，是我们家师姐提到的，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大愿啊，台湾大愿啊，需要大家用这样的一个心愿去完成许多的这个事情啊。这个台湾的一个诞生啊，事实上不会不是说那么样的一个单纯的、它是两个板块之间的一个挤压、然后整个这样子在这一片太平洋中耸立出来了、所以这个过程中也是很艰辛的。而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变成四季如春啊，然后山脉上有这么多的一个植物动物丰富性产生出来，多样性产生出来，这绝对不是那么样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这就是因为欧亚板块跟菲律宾板块啊两个夹杂之间的一个冲击影响。当然这个背后还是有火山的一个威力在那个地方，而火山的威力啊，这也是我们很难很难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它所爆发出来的那样的一个灰烬啊，可以高达这个天空，甚至于要到达平流层、对流层、平流层那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有很多的科学家对这个来做研究啊，所以这个希望对火山爆发能不能多一点点啊事先的一个防范呢？因为它所引起来一个灾害，实际上是蛮大的啊、所以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情形？不过这个恐怕还是有待更长时间的一个研究探讨。不过医疗上最常听到的爆发或者是爆是什么？爆肝呢、这是一个也是错误的一个医疗的名词啊，好像认为这个肝脏很像那个火山一样埋葬着多少的一个冤屈啊，所以有时候就这样要爆出来的意思啊，这肝脏绝对不会爆肝啊，唯一会发生爆肝的譬如说什么，它有肿瘤在这个地方啊，那突然间破掉了，那肝真的是爆掉了，这个是有临床上我们发生这样的状况，这个出现的症状就是突然间肚子很痛，然后可能失血啊比较厉害，会造成休克的状况。不然的话，我们一般所熟知的爆肝，好像是肝脏功能变差的这种状况啊，跟这个实际上肝脏的功能啊，我们都要做一个比较进一步的一个厘清啊。其实肝脏这个组织啊，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结构啊，它的功能里面有非常多，那么其中譬如说解毒的功能，这个我们体内产生的或者是体外进来的这样的一个有毒的物质啊，那怎么去这个是有毒的物质，那怎么去把让这个有毒的物质可以把它中和掉，让它不会为非作歹，它可以直接透过酵素的作用把它分解掉，或者透过酵素的一些反应把它原先变成脂溶性的，把它变成水溶性，然后我们可以排出去等等啊，所以那个过程中啊非常非常复杂，所以我们肝脏有千百种以上的那样的一个化学反应在进行啊，让这些有害的物质啊，我们产生从体外摄取来的或者体内的一个化学反应产生出来的过程中，不至于对我们体内造成一个危害。那它有这么多大的一个功能，所以需要靠非常多的血液循环呢、来供应到肝脏这个地方来。刚刚看到比较小条其实是肝动脉，大条的是
肺这个门脉是肝门脉这个东西，肝门脉这个东西啊，来的就是从小肠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们把很多的营养物质或者体外进来的这些物质啊，包括病毒、细菌都有可能，他就把它送到肝脏这个地方来做。刚刚提到解毒这个动作也是很重要，还有营养啊等等的这些功能啊，包括你看我们吃进去了这么多不同成分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啊，它都在小肠里面，它把它切断各种不同的分子啊，然后送到肝脏这个地方来，这个工厂里面再给它做组装啊，分门别类啊，或者把它物品转换呢、譬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把它切成氨基酸这样东西，氨基酸还可以跟碳水化合物等等这个之间做一些联动的这个变化，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复杂，而且会产生出它也会产生出对我们体内需要的这些化学物质出来，所以它新陈代谢消化的功能也是肝脏在进行啊，所以解毒的功能、新陈代谢的功能啊，还有这个制造某一些物质的功能，包括像胆汁的制造。胆汁不是胆囊制造的，胆囊只是储存这个胆汁的地方啊，它是肝脏制造的，肝细胞制造以后跑到胆囊这个地方来浓缩储存完以后，当我们的食物经过十二指肠，这里面含的脂肪的量比较多的时候，这个胆囊就会收缩，然后把这个胆汁啊储存到送到十二指肠去来进行啊脂肪的消化这方面的帮忙啊，所以你看肝脏这样子，那你说既然它功能这么多，它怎么不会爆肝呢？是这个爆啊，恐怕不是真正我们刚刚讲形式上那个爆，假如真正的爆肝，它基本上会产生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很严重的，就是一下子好像是不省人事或者很累啊，这个倦怠到非常厉害的这个状况的时候，绝大多数还是有它原来肝功能上的一个异常啊。譬如说，这是一个肝硬化的一个病人，然后后来发生神志不清啊，肝昏迷，甚至于有点这个抖的一个状况，手会抖的这个状况，这个发生的问题点在哪里？在肠胃道里面，它产生出比较多的蛋白质的一个物质，吃进去的蛋白质的一个物质，它在给它分解的一个过程中会产生出氨基酸，然后在氨基酸在分解过程中会产生出有毒的氨这个东西啊，很像尿素氨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含有氮的，这个平常会送到我们肝脏去啊，刚刚讲解毒那个功能就会在那个地方处理掉，结果送到那个地方，那个工厂关门了，于是啊没办法，就送到全身各个地方去，送到大脑去，于是就变成肝昏迷的这个状况。所以真正神志不清要爆肝到神志不清的，基本上原来肝脏功能就已经是不好，或者是本来肝脏还好，但是一个急性的发作让所有的肝细胞啊很大部分的比例啊都关门，没办法运作的状况，它才可能产生出这个状况。所以绝对不是那种大家想象中，劳累个一两天啊，它就马上肝脏就爆掉那样的一个状况啊。这是肝硬化的时候，这个食道这个地方啊，这个出现出这样的食道静脉曲张的这个情形啊。所以这个地方如果破裂，它会出血，出血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血红素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它也会诱发这个肝昏迷的这个产生啊。另外就是吃的这个东西里面蛋白质的一个量过多，所以不要说病人身体不好，所以我们拼命的补，这个补太多也是会造成影响，譬如说是吃这个海产类的东西啊，或者是吃进补某一些高蛋白质的东西，对于肝脏功能不好的人，其实这都是雪上加霜啊。真正最多肝脏的一个演变的过程中都是渐进式的，而不是突发性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啊，慢慢慢慢从肝脏带源者慢性肝炎变成肝硬化腹水产生出来的一个状况，这是腹水。腹水为什么产生？就是刚刚提到我们肝脏会制造一些物质出来，这个对我们体内重要的一个物质，像白蛋白这个物质啊，它量不够，那于是啊就会产生出这个血啊，血里面啊它没有办法把这个水分把它锁住啊，就跑到别的地方去，跑到腹部来，所以必要的时候这个胀得太厉害的时候才考虑给它做抽吸的动作。而有时候这个有水的这个情形啊，这是在肝脏的这个表面，这里可以看得到，甚至于也会造成像刚刚是腹部，这个是肺脏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也是有水的一个情形。所以肝脏的一个功能确实是很复杂，不过最简单的要让肝脏变好，就是规律的生活是第一步啊。感恩的收看，我们再会。